今日用一句搞佢啊！係啊，嗰度瞓低啊！嚟啊嚟啊嚟！放低一隻點一百蚊到咯。兩三蚊咯。法官話：考慮到被告有良好紀錄，但因為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，所以認為應該判處即時監禁。法官話：我哥你琴日俾我隻碟係燒 CD 定係 VCD 嘅？一樣嘅啫，一樣。係啊，真係慘。